它可以说是一个隔离的象征，它隔离了病毒，但是我们不希望它隔离了人心。它是肯定的有人传人，那么所以这个呢是要提高警惕，是要戴口罩。现在我听说呢，这个 N95 都脱销了。你告诉我，他们哪个不缺口罩？梅老板，我求求你，我们一线的医务人员都没有口罩。做口罩我是认真的，救人我是认真的。口罩可以是说这次这个疫情爆发之后一个小小的就这么方寸之间的一个小东西，但是它影响力太震撼了啊，牵动了所有的人。你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渠道也能弄到口罩？是这样的，我们听说您这有一批口罩，我们没有，我们可能要给他们不能卖给我们了，说是 H 区的新政。你看还有发货的，我们都是多年的朋友，你可别骗了。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抗疫物资，但它更是一个照妖镜或者是试金石。你是什么样的，这次很多人的人心人性都在这个口罩面前被折射出来。这批货你知道是梅老板你订的，所以你现在一天要交多少钱？这多十万。你们怎么不去抢钱呢？那些口罩全部捐去了药店，捐去了超市。听季老板说我加了很多钱，给你钱再给你，一开始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的确是迫于他的厂子的生存的危机。哎呦，心有愧的，我们俩拼命在那里为了就是好了，打好好不太清楚啊，今天是什么事想办法拖给大家，你们要实在不行我给大家写欠条，行不行？干什么？放炮！长哥，你什么意思？我都跟你说了，你要让我想办法就把钱给你啊！在这里报警啊！报警！哎，你警察过来，抓我还抓你？你快点，十五分，我十一分。哎呀，我操！哎，小林，小林，我把你放下，把虫子放下，走。他们的外贸订单什么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女主角本身是一个挺善良的人，但是作为商人的本质，她肯定是要对利益是比较敏感的。她是先要凭商人敏感，她捕捉到了这些商机，想要利益最大化。你也不能说她错，因为她也是为了几百个就是她的这个员工活下去。你看看，全国十四亿人，一人一天一只口罩吧，那这需求量多大呀？还是你们民营企业反应敏捷，转产做口罩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但政府呢，对转产企业有很严格的审批条件，先要有先进的技术设备，还要有示范级的无菌车间和懂口罩生产的技术工人。各地都有限制出行，就算很多人想赚这个钱，也出不来呀。现在全国都停工停产了。在慢慢的在疫情越来越严重，他在这个转产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事情，所经历的人，包括他的情感和他周围捕捉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整个国家的大的环境。你们厂就没有人把厂就没有人把质量关吗？没有啊，我跟你说实话真的没有，我连机器我都是自己按说明书安装的，我工人我哪里找去。小姐你怎么回来了？听说你们要做口罩厂，我也想参与一下。我答应了带他去上海拍婚纱照，我还答应他攒够钱就回去跟他结婚，但没想看他穿婚纱的样子。你说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口罩，口罩啊，我怎么他妈就被办大了。当小林说到他有可能失去香香，香香因为前线口罩不够，他是个护工，然后眼泪就不停地流下来。就是你看你现在讲到这个事，你还会有共情，你还会有那段记忆在那边。那段记忆可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就是我们这些经历过的人来说非常可怕，但是你又觉得在那种似乎是没有希望的时候，又觉得还是有那种温暖在。他也受到了感染和熏陶。那不行，你是有喷嚏的不合格，你现在的口罩也都没了，你这不是开玩笑吗？赶紧给我停了。停一天多少钱呀？真的不能
多少人因为没有补偿，因为失去这个地方，发现失去了亲人。在这样一个大的危机面前，我们迅速进入，能不能够抓取到人心？你告诉我，他们哪个不缺口罩？你缺不缺？你爱人缺不缺？家里人缺不缺？同事缺不缺？武汉人缺不缺？湖北人缺不缺？你告诉我，谁不缺口罩？我们俩都是那种小人物的缩影，就有很多很困难，都有各自的问题，看到所有人在面对这个疫情啊，面对这些事情所产生的一种精神上面的升华吧。我要去湖北，我要去拉萨。你不仅仅是个厂长，你还是菲菲的妈妈，你感染上了怎么办？那最后我觉得他跳出了一个小我的一个欲望和诉求，然后达到了一个更高境界的一个为了更多人的利益，就不仅仅是自我的利益，到最后这个转变是非常欣喜的。嫂子，人物给你送回来了。离家一年了，终于要回家了，又赶上这个疫情，赶上这疫情好不容易见到母亲老婆孩子一面，但是紧接着自己下定决心立刻奔赴抗疫的第一线去生产口罩，又要离开家人。这新冠怪兽，爸爸这次去就是打怪兽的，爸爸把怪兽打败了，带着出去玩好吗？注意安全。爸爸，你打完怪兽早点回来。他其实是非常舍不得，非常难受，但是我觉得他有自己心里的一种坚持，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还有很多人性的东西，面临疫情的时候就发现大家空前的团结，对，就是各行各业各个职业的人都空前的团结。辛苦了，不辛苦。不拘时间，今天要求比较高。开工了，师傅。你工作也是不是好了？你说的嘛，越快越好。我是通过拍这个戏，我也学习到了非常多的口罩生产的知识，并且我们到了当地的口罩的那个生产厂里面去看。对，那第一步就是挂布或者是先挂布。先挂布，这块料最简单的。这块料最简单的，因为这块料拉过去这个，就是应该放在中间，一拖就进去了。放这个料嘛，你们可能不好装。明白，明白。在从这儿吗？应该是这里。是不是从这儿？是这个地方。那个。啊，对了，还按那个二号连接的。二号连接。对，二号连接按一下，这个绿的按一下。了解到很多的设备啊，它的工艺啊，它的那个焊接点的，比如说它压力值啊，它的熔喷布的做工啊，质量啊，它里面撕开了好几层啊，包括边线边角的地方的对称度啊，这些去到这个他们的车间厂房的时候真的非常热，非常的热。我觉得那里的工人都是穿着防护服，很辛苦，就是都是挥汗如雨，向他们致敬。我真的很佩服工厂的工人们，他最里面那个至少120度。我刚才问他们怎么坚持下来的，他们说习惯就好了。我觉得太伟大了。有一个这么体寒的人，这么怕冷气的人，我整天抱着冷气，因为你不抱着那个冷气，你脸上就是不是出汗，叫湿漉漉的，叫水淋淋的。可是大冬天的你不能水淋淋的吧，你也不能一直的补妆啊，心里面尽量的要压着，可是他外在不停的往外走汗。我们今天全都挂掉了，我有一点热到要消失的感觉，我最后把毛巾盖在脸上，我也不管了。我今天羽绒服里面内侧全湿的。我们都说口罩是第一道防线，当时疫情一开始的时候，最先出现紧俏的是口罩，
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口罩的需求量还是非常大。所以这个口罩是一个符号，一个代表。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人是自己去制作口罩，因为当时那个口罩紧缺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想各种各样的招，大家网上也看到好多拿那个蛇皮袋做的啊，什么都有的。当然我觉得就是这个是真正的是我看到这些年来牵动了所有几十亿人的一个小道具，这是很罕见的。就是他一个小小的口罩身上承载了很多这种辩证的这种思路，它不光是承载了一个这样的大任务，它还折射的是很多很多的政治、经济、人心。我们今天拼命的来做口罩，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我们所有人不用再戴口罩。